isn't easy when you're falling apart at the seams. You gotta both of yourself. 之前呢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升华了，不一样了？是因为有了背包的关系，有背包艇，对不对？哎，拜托，今年不要那么刺激，好不好？那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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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。不要慢，不要慢。背包呢，象征的就是说走就走的一个旅行嘛，带有一点点小小冒险泛滥的精神。那今天一定是充满了年轻的气息。哎，是有年轻的气息，但是不会说哎走一个刺激性那么重的。等一下，我不敢下去。哎，超级高的，超级高的。2、1、3，啊！哎，这里好漂亮哦，气质有点不太一样。是，是我们南投的中信新村。那在打到这聚落的时候，它是有一点英伦风的感觉。这个环境非常非常的优美，他们的房舍那个红瓦顶，或者是说菜市场的设置，都是非常的方便的。整个中信新村这附近呢，其实种了大概有快600,000棵的树木哦。还有，你看我们右手边的大草坪，我印象蛮深刻。还有旁边，我们小时候呢，我们台中人都会还会跑来这边。然后利用那个草皮放风筝，哦，哎呀呀呀！我从小就玩这个专家力 ，Go Go Go， 要起来了！你会觉得现在这个道路跟植被，你会以为来到比佛利山庄。你看这边呢，就像美军的军舰，对吧？对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酸梅汤，哦，王品桂花，哇，这么多人这里。真的好像一条老街一样。对啊，我们等一下就是来这一间。哦，这一间吗？这一间，嗯，他好像披萨刚刚正准备要出炉。Hello，Hello， 你好，很好吃又很便宜的披萨，披萨在这里。啊，那个面包那么大坨是要怎么样？要打谁的？拿来吃的，不是拿来打。原来我在北部上班，那怎么会跑来这？对，我是来退休的。你来退休？这是我家，这是你家，这是一个家。我们是中心长大的孩子。哦，哎，老板娘，你不是因为大家跟我讲说要来吃你的披萨，你有推荐吗？网络上很出名，你不推荐？不推荐。你自己吃什么你就点什么就好了。爱吃什么吃什么。他不推荐，但是因为大家都说他的披萨CP值很高又很便宜。是，是因为没有，你没有听到说老板娘很。老板娘很。我们要来得偿所望，重偿得偿。嗯，好，来了，披萨来了，慢用哦。哦，主耶稣爱你们，谢谢谢谢，我也爱你，我们都爱你。哎，我哇，那个料好满哦，哇塞哦，而且他只卖250而已哦。他说我这边这个是什么？他推荐吗？要，蛋糕推荐，披萨不推荐。披萨我做死了，这个要预约就可以了。而且是金砖哦。你看披萨烤的特别的脆耶！你用什么特殊的炉子？没有了，我简单的瓦斯炉。然后，老板很怕出名呐，不要拿过来啊！哎，他就说啊，来，可以欢迎大家来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读圣经。那是上帝的很虔诚的旨意啊！我们刚刚没有祷告，对，好，谢谢。我觉得它那个德国香肠肉质非常非常鲜，它里面是不是有水果？我们打面团的时候是加葡萄进去的。哦，厉害！对对对，我是不小心咬到，真的因为我看不到啊。对，那为什么会有那个？不小心掉了一个麦片没扎进去。面粉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也还好，也是超普通的面粉。超普通。对，因为它这边这个烤的这个味道，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是一般的面粉比较厚，也不算是那种薄皮的那种感觉。而且它的边皮没有像说其他的，它会很厚。对，小孩子吃到那边不吃的，这应该这个料满到最边边应该整个都会吃完。去年不是那个彩椒番茄超涨价吗？那时候我在做披萨的时候，我就在祷告，我说主啊，现在成本那么高，我现在要怎么做？怎么做？对对对。所以我祷告完了。就是要给，因为我们是富二代。哦，富二代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有一个天赋。哦，天赋的富二代，哇！对，所以不怕人吃。但是因为你
偏靠北啊，所以你就会这样子。如果忘记的朋友以为我们对他不敬的话，那刚刚再回放一次。没有，你没有听到说老板娘。以马内利。啊，好棒哦，你有前途。嗯。巴卡巴卡。我那个钱都是多到一个，真的是。刚去上厕所掉了700多万，捡了很久，沾到水的都不要。你小时候在这边长大，天气很好。应该小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啦，是出了中心以后才发现。哦，外面怎么那么臭？哦，空气怎么这么脏？对，原来自己的家境是什么样的一个好的环境？对，哎是阿们。哇哦！那就你们是巧克力的，嗯，对，生巧克力。先吃金子这一边，招财进宝，感谢主。重点是它是可可味非常的浓郁，不会让它太细腻。嗯，你身上有很多冲突的元素在，对。东西细节做得很好，对，但是个性大而化之，是啊，但是呢，同时间他有一个很好的信仰，对啊，哇，笑脸，我好意外，你这么年纪还可以讲得出这么深度的话，哎呀，基本上因为我也是一个冲突感啊，长得很帅，但是却做谐星，对，虽然呢我的外表有点怪怪的，但我内心很帅哎，啊，今天在拍摄不宜说现金的事情，啊，不用找了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没有了。啊！感谢上帝，余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今天我要带你们到村子里面走走逛逛。老板娘，我麻烦你帮我打包这个好不好？好。我会觉得是西门町很热闹，然后中原新村这个区块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西门町。看到我们左前方有一栋很漂亮的建筑物，它的前身呢是一个报社，它是唯一中原新村地上物是属于私人的，所以它是可以买卖。其实你从它的外观，你看它那个窗户很有艺术感，就有点像是放眼天下，让你可以知道天下事。你知道外面那个雕像，它那个铁从哪里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从101来的。对，我觉得里面还有一颗。那个作者是我的朋友哦，对，然后老板娘刚好收藏了两颗，一颗在里面，小颗在里面。那时候中兴新村大概住了多少人呢？大概有将近快3万人。三万人，这里有3万人哦。对，后来因为精神嘛，所以现在中兴新村的人口比较常住在这边，大概将近3000人而已。虽然这些神府它有了一些改变，是，可是它的建筑物都依然这么的漂亮，它是有创生，蛮好的。然后呢，再生是生命力，对。大家都会希望这么漂亮的一个村子，千万不能让它消失。是。这个邮票墙呢，是在103年的时候灯会办在中兴新村，那邮票墙就被保留下来。对，了解了解。那它晚上也会发光。那它这个邮票墙啊，有一些是特别的一个，像有那个横贯公路，它开通的时候，有一年美国总统来访台湾，然后为了要纪念这一件事情，所以就特别的做了一张邮票。在哪一边？哦，那边。哦，好厉害。2块钱一张。对。对这一块草地最有印象，因为大家都会在这边放风筝。放风筝，小时候也会来这边。这个操场承载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。中部人。那个是职业风筝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纯粹玩票的。现在进步成这样子哦。对对对。哎，风来了，风来了，你来来，你放一下，你放一下，放一下。风来了。没有了，这个不是不是。又拉到那边去才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这边这边，现在风从这边来，你先拉，然后再把它兜过来。真的没骗你，我玩的我。你的好高级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可以放了，放了吗？放放放，往上走，不是你要把那个尖头往上。好，来哦。但它风太小，可以哎！我就说我从小就玩这个专家哩，但现在风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再放哦，再放哦，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给我绑，给我绑，给我绑。但是它在底层风太小了，对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过过过，就起来了。你在给到位啊？再跑就快到台北了。
好，最好玩。哎，你是哪里人？台中啊。你台中人，你看台中人都会跑来这边，谢谢你哦。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好的画面，谢谢你。啊，那一间是什么纪念馆？是中心会堂，然后我们在地人也会称它为是小白宫。哇，这个很漂亮哎！当时那个建筑师他是仿那个 F-84的战机的外观，战斗机的那个形状，你会发现它旁边是它的机翼，然后它的机身这样子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斜地车是今天帮大家就是预约的。小树，你坐前面哦。什么？我坐前面？坐前面要踩。你坐的来，我来操控。哎呦哎呦，那我们哎还蛮好踩的。左转。不要转，怎么样？孩子不要闹了。左转真的是。好。哎呦，有车。你看多惬意，对啊，大家都在那边野餐，哎，这个徐风吹来真的很舒服，太舒服了啦，对，这个规划的真的很好，不得不说，他们在规划真的非常就是以人为本出发，对，每800公尺就一定你就会走到你就一个菜市场，菜市场，哇，你看城中那边转过来，对啊，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樟木。这边真的有点像日本的那种，对，你看它这样的空间的话，它也就是有自己的院子，这样有前庭后院，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很希望说，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，这么好的一个村落，我们应该要好再去把它推广。它像不像以前阳明山上那种美军的眷村？这个道路设计啊，它也有倒留给人行走的空间。然后让我们接下来来到这个第三市场，对。一般来到这边旅游，他也不知道有这个隐藏在中药店的乌梅汁。如果我没有带你们这样走，你都不知道这个市场它隐藏了这么多很特别的店。这是中药铺。嗨，阿姨，你好。我带那个小顺还有威廉来喝，是我们在地人，我很推荐的乌梅汁。乌梅汁，对啊。而且你要被他把脉之后，他才知道说怎么样给你浓度多高的。你的中药行开多久的时间了？36年。36年。你算是当地人这样？啊，我是埔里人。埔里人哦，她是埔里的女婿。埔里的女婿。哇，这看就知道了。因缘机会之下跑来这边开中药行。默默中。哎，真的很有滋味。对啊，这真的是呢，看到就是生津的。嗯。哦，脆软脆软的包包球。哦。那乌梅汁最主要好是熬5个小时。对。真的。啊。真的很好。嗯。因为有些乌梅汁现在喝起来很甜。对。但它就会有那种真的是酸梅乌梅的那种香气。尖刻哦。OK。好哦，来看我这哦，1、2、3。哇，拜拜，真的很有滋味，对不对？隔壁就是你，不是好奇这个眼睛？对啊。嗨 ，Hello， 你好。嗨嗨。咖啡的这应该是二代。嗯，这个有这个老板娘，眼镜行，对。而现在同时间也在做咖啡跟饮料，是还有甜点呢。备审之后是人越来越少了，然后我们想说做一个咖啡，增加那种客流量，而且这里适合办生活，然后来这里喝杯咖啡。然后因为我们看到空间，眼镜行还是有继续开，是妈妈就坚持的。对，眼镜是哥哥二代，也是你哥哥。哥哥，啊，你就是前面弟弟。对哦，你是弟弟，所以你们中间有一道隔阂，是最黑色，最老三在中间。哥哥算是有承接下来这个做眼镜的，对，有去念这个专科，对，也是有验光师知道的，你们很专业哈，对啊，哦，还有那么多个，对，验光师小姐，验光师小姐，对，像我的呢，这个镜片就比较厉害了，哎，来，因为它有跟没有是一样的，会戳中眼睛的，所以有一般戴眼镜会怕人家戳眼睛，对。
这边眼镜一穿过去就面试了，好不好？一出来就传统市场，对，很方便。这边的市场早上有早上的那个有早市，对早市，然后下午就有一些我们在地人喜欢吃的一些像小吃摊，然后点心啊，像水煎包。那这边会有夜市吗？这边基本上它就是下午就会一直摆到晚上，大概九点。那我们带你们去品尝一下我们在地人早餐必吃的烧饼，烧饼。很特别，也是大概有四代的。你好，好哇，这是年轻人呢。多一个甜的。好，你看甜的有花生奶酥跟红豆酥。那我要那个咸酥的。那我们还有一个推荐就是咸豆浆。好哦，来来来，旁边有人一直比赞。你们是三代了吗？我们是第四代。你是第四代哦。哇，民国55年到现在。为什么刚弟弟特别推荐那个咸豆浆？咸豆浆是我们家的招牌，跟北部的味道可能不太一样。嗯，你们家的嗯，啊那个豆腐感特别强。因为我们家是用酱油还有特制调过。哦。对，所以凝结起来的花会比较漂亮。好加好加。那咸豆浆就是要热热的吃。当然当然对。哪个蟹壳是蟹壳？蟹壳黄是这个，里面是葱跟一点点猪肉馅。这个是以前阿祖时代就有了吗？对，是后来慢慢。蟹壳黄跟花生酥饼是最传统的老口味，再来就是配合大众的需求，就越来越多选择。那阿祖是哪里人？其实我们都是台湾本省人，我们不是外省人。这间店的前身是一个外省的老伯伯，那他因为他就一个人，他也没有小孩可以承接，那他刚好阿公有兴趣，你就把他接起来。哦。烧饼它本来就是一定有它那种千层酥的一种口感，对对，那做得好的话，它特别会有这种感觉。它的内馅不是我之前完全没有吃过的那种感觉。那我现在在吃这个红豆馅的，它的千层变成它的咬劲非常好，很有 Q 弹，重视回味再三的。而且它的下面这个皮，它有点像月饼，下面会比较酥一点，对，比较绿豆碰。嗯，中秋节的时候应该卖得很好。其实都卖得蛮不错的。嗯，豆米浆好喝哎。对，我有帮你加无糖的豆浆，就不会这么的甜。对，有一点那种炭香柴，那种烧的那种香味。木头香。顺着嘴唇上面有芝麻。嗯。口嘴上面有东西的，那是故意的。要不然带着烧饼。指甲留香啊。那你几岁就开始帮忙？哦，小三就要出来收碗、端盘子。当小三很辛苦啊，小三就出来处理。是，这家里的所有重担都落在你肩膀上。啊，没有，大家都一样，他们全家人现在都是四代一起在做，对，和乐融融，都是自己人做。对，嗯，你看，你看他笑起来，嗯，就非常有福气。对，来你们家吃东西，就为了沾染到你的福气。是，出去呢做任何事情呢，都能勇往直前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OK， 哦，赞。这里就是生活圈了，是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其实他们等于最重要的一个市场了。对对对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剪头发、照相、配眼镜，还有按摩的服务，每一款是是是是，服务很周到。你想得到的需求，这个这边有个玩具店呢，小孩子来这边的过年过节呢，要来买一下玩具就要来这里。听说他们家有特殊功能，是不是？在这边也是一个借问站，因为很多人来到中心新村，他们不一定知道怎么去玩、怎么去吃，那他们就可以来到这边，那老板娘就会很热心的来介绍。老板娘是在地最灵通、消息最灵通的一位。开多久了，在这边？超过一甲子啦。永记食品玩具店，走过一甲子的店，所以这边借问站的那个 DM 呢，对，很多，对，有个地图啦，然后也可以 QR code， 以前就卖玩具吗？一直都是这样子。就是妈妈的时候就开始卖玩具。爸爸的时候，爸爸民国38年跟国民政府来台湾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延续，快乐是可以延续的，是是。哎，志在，你在这里，志在。是我家的狗狗。它叫什么名字？小虎，它长期在这被大家训练，它刚开始很害怕镜头，它现在已经很习惯了。现在还有那种铺满的啊，完全没看过。杀猪工很久没有看到招财进宝了。
这个多少钱？对，它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就，哎，真的吗？阿舅，我有一个旁边在，这样哦。阿赫，阿赫，你等我一下，阿赫，阿赫。我的美莲吧，卖账卖账卖账，阿赫这么远你扒不到我哦。一寸长一寸强，是一寸短一寸险。哎，怡珍姐，我就知道。虽然是短短的时间，但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个真富新村的一些历史啊、文化在里面。就空间在这里，嗯，但是呢，所有的呢，这些过去的这个记忆呢，就是一摞一列的放得好好的，嗯，嘿，拢无去拍算着。这个就是这个大树宫的旁边，厉害厉害！听说这个家东树呢，大概有200多年的历史呢，这么厉害哦！而且我跟你说，小顺，你千万不要看这个小看我们背包客栈，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哎，背包客栈就是便宜，没错，确实背包客栈是比较便宜，是，但是它该有的服务都有，它厉害到就是说，你看它那个电动，它是免费租借。啊，因为它是代表是智能饭店嘛，所以大部分都是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的。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先去 booking 了嘛，对。然后我们有那个房号，他会给你一个这个 QR code。哎，所以，哎呦，哇，好浮夸啊！欢迎笑脸出发吧。对，这是重新装潢的吗？这边所有的 QR code 差不多200多个，要找到属于你的。订房扫 QR code， 来，我们要拿到我们的房卡。对，然后 check in， 然后让他探瞳孔。你好，我要入住。哎，他没有量我，他没有量你，这就是你的入住凭证。这是我的入住凭证。嗯，房卡。哎，你来一下好不好？我打电话问我儿子。对对 ，check in， 扫描机有没有？这个给他看，哎，这里面你看后面有多少人？508，对的 ，call， 那你的卡 ，N， 拿到你的，你的 Brian N508，好 N508，然后他会打开，哎，你要对，按开，字卡中，房卡取出处，等一下嘛。怎么在这里啊？我真的要滚！在这里哦，刚刚508，我差点手伸进去啊，你差点被发现我以前的坏习惯了。你当作里面有什么样的信封的？你不要这样子笑我，你刚刚也在找。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往里面走。是是。钥匙孔在哪里？等，我过来，来，来给我。哎呦！下了，来，等一下，钓鱼你，太近了会看不到。等一下啦，哎呦，我看错，对，我找到了。哦，对，哎，一直在看不好找哎，所以你那天秋啊降华一样呢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叫你来，我给你解 QR code， 智能。就会发现不足的人，还有眼花的人。然后呢，进来这边呢，因为他没有人嘛，所以你所有的房间的备品就会在这边。哦，你看哦，他还有提供麻将桌。他还有提供这个消毒锅，而且他是没有人，所以你可以是完全就自己拿回去房间用，要什么就拿什么。5楼，背包客栈很少会看到有游戏处的，他听说他的洗衣机301308是洗衣服的，洗衣服也不用钱。真的没有感觉像是一般的那种背包客栈那种房间的价钱，就是看一下1180，1180而已啊，
有了有了，这样才1180哦，1180哦，1180哦，这一台大白它就好几万呢。而且它的阳台很好哎，我觉得今天有点梦幻。它阳台还可以出去哎，1180，你可以有这种客厅吗？大家不是说国旅很贵？你看完我1180的，你要不要看一下你的房间？但比我的好，你看完猜价钱才对。来来来，那现在我们晃到这里来，有没有？你从你的戏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家庭式的。是楼中楼，楼中楼。好，看你干一秒，哎，猜猜它的价钱多少钱？全能估价王，哎，哎 ，Good job， 你猜它多少？这个要不要3000块？不用。哎，多少？2100多块。2100多块就可以入住？真的还假的？楼中楼的房型呢？是不是有点扯？太扯了！这个真的可以长租哎，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，每天住的都好贵。来看这个台湾人有多幸福的，上面可以睡4人床哎，这算是很舒服的空间了。你4个人，一个人也就500多块钱。那既然叫背包客，它其实不太适合年纪大的人。背包客那是不是什么都要自己来？对，什么都不方便。那种刻板印象，您能影响了他们的一个发展。但你看背包客站，它基本上所有的东西它都提供。对啊，但是它也不要太被智能这件事情好像被耽误了，制约一下。而且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。2100，2100睡2张大床。对，那这样子交给你了。哎，这些摄影师麻烦赶快出去啊！走，来 ，Go。我下去洗澡，那真的要脱衣服了。四弟，今天要出发了，继续出发。哎，也是在附近。哎，美女姐，四面场做咩的？工作办办完你啊。拜拜。OK， 拜拜，出发了哦。为什么叫意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因为让你呢永远非常满足的回忆。哦。哎呦，那个意面就在里面。这是一个说法，有相传呢，有一个解释是说，哦，因为台闽南语的叫意米意米意米，又米又米，所以就后来就变意面意面。其实就以为艺术。就嘿嘿。然后又一个方式就是说，哈，做这个面要出很多力。哦，这个它寸大，哦，呀，是安尼吗？对哦。哇，这边有在钓鱼耶！哦，哎呦，这是乌溜池吗？哦，乌溜窟啦。骑在这个乡野中，真的不很。空气是清甜的。现在准备要应该算是已经春天的感觉，慢慢复苏了，所有的小花都开始开起来了。有甜吗？怎么卖？120啊！哎，钱都在那个办公室。可以试吃一颗吗？可以呀。啊。你是许孝顺？对对对，是是。我可以给你合照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骑到一半，现在要来。口袋有钱吗？有，口袋有钱。你好，因为我们路过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家的那个番茄园，哦，很漂亮。哦，很甜呢。嗯，好甜哦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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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我跟你们买两盒哦，不用再美颜了啦。两盒。OK OK， 好，谢谢。对，空白机在那里。啊，对，他一直在看到我们。哎。我们来买番茄，耶，买番茄，哎，多买一盒算我的，再买一盒，再买一盒，再买一盒，很甜呢，怎么那么厉害？而且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吃，一大早吃到这个很好吃的番茄，心情很愉悦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